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十八楼有新闻。那么我是本期的主持人送你进去。那么本期呢，我们要走进网络骗子的世界，让我们一起送他进去。我是艺人吃牢饭，这是我的 QQ 号、手机号、微信号。凭什么？我根本不信，我只知道吃牢饭唯一公开的社交账号，你是假的。干得 pretty， 你进去吧。眼神哥哥太帅了。此刻我独领风骚。我是艺人吃牢饭，最近出门旅行迷路了，如果你能借我5000块让我回到北京的家，我将10倍还给你，请转账到我经纪人的账号。你觉得我会信你吗？另外一个人已经给我发过一模一样的信息了。啊，你们这群人啊，真的是坏得很，坏到心里去了。干得好，你进去吧。出某艺人身份证号、银行号、微信号、手机号、护照号。你闭嘴吧，这是他们的个人隐私，我不能知道也不想知道。你干得太好了，你进去吧。啊，太帅了。我能带你去跟艺人见面，有亲笔签名照，还可以合影哦。非官方我不约，我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见他。干得非常漂亮，你进去。骗术层出不穷，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，擦亮眼睛，不轻易相信，不掉入陷阱。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，所以一定要守好自己的财产安全。遇到任何情况要及时告诉自己的家长和老师哦。